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给您分享一个我的这个最新研究的项目啊。什么项目？是这样啊，大家请看我现在这个画面。这款画面呢，我现在用的是这个纸片马里奥最新的一款游戏。大家请看这个画面上，它会弹出很多对话框，对吧？它对话框中呢有很多的这个英文的文字。是这样，我最近想干一个什么事儿呢？就是说，我动态的去捕捉一些个，不管是游戏画面还是电视画面，不管什么画面吧，我捕捉它的画面，然后呢找到它文字的部分，把它截取出来，然后呢放在屏幕上。这是我的第一步啊。第二步我想干什么？就是说，我能够捕捉到文字，并且呢我能够把它放到画面上之后，我就想呢再做一个动态翻译，对它呢进行翻译。那么今天呢我这个视频是干什么？就是说，我呢仅仅是把这个画面上的文字捕捉出来，然后呢放到画面上，然后呢咱们做一个检证，看看我抓的这个文字呢准不准，而且呢这个丢帧丢的快不快。因为最近我对这个画面这个帧数呢也做了一定的优化，在我这个模型当中做了一定优化，所以说可能比以前那个帧数稍微好一点。然后呢再看看我这个抓的这个内容呢准不准确，好不好啊？今天我做一个视频，咱们一起来看一看，好不好？ OK， 那就这样，咱们就开始吧。Let's go!
Thank you.